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，匯力之城稍慢，前面快咁啊，蒸羊清風快，咁啊，跳出世界都快。愛蘭米哲嗰邊啦，咁啊，紫色眼罩走啦，就萬事叻噶啦。入邊大俠士亦都走埋上去。咁啊，第四位黃衫紅帽咧就係極速駿馬啦，最入黃黑格仔衫，仲有呢只當家猴王啦。再喺愛蘭嘅位置啦，黃衫白帽咧就落滿家，中間紫色衫紅帽咧就連連王。馬林中間蒸羊清風啊，香尊貴寶後啲先有凡哥兒啊，咁啊大紅包響尾三，尾二團結精神暫時包尾咧就嗰只匯力之城啊，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，大合士就走中间占先噶啦，外栏位置就系嗰只万事叻啊，再喺入边仲系跳出世界啦，最入系当家猴王啦，第五位嘅马咧仲系落满家，再入边追啲仲有宝盈快车嗰啲马，最后一百米到跳出世界已经系透出啦，埋边当家猴王起势咁追紧佢，外栏位置仲有万事叻，第四位凡哥儿接近终点跳出世界赢啊，当家猴王跑第二，第三名系万事叻，第四名系埋边嗰只凡哥儿啊。咁啊，結果前面嗰對馬咧，一隻萬事叻，一隻大合士，大家走完啦，變咗唔多，大合士啊斷得仲快添，跳出世界出就好快，跟住第三四位到啦，直路上面出頭好快，最後二百零米，咁啊結果就贏馬啦，當家猴王入邊追係第二，萬事叻就第三，凡哥兒應該係第四，跳出世界上次不良於行退出，今次啊贏馬莫雷拉都三場。